现在准备去打探一家有机牧场的餐厅，然后但突然下雪来了。Oh my god！ 我期待第三天。这一棵好大的树啊！现在的情况就不是大树底下好乘凉，而是大树底下好躲雨啊。下雨了，古城的人就没有那么多了，但是天空还是一样的蓝，白云还是那么的透彻漂亮。老师给我喝，我也不好意思不喝，这次就喝一点了。虽然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但是天底下有免费的咖啡 ，right？ 其实这是一个市场营销学里面的一个常用的策略，就是为什么这些商家会给你免费试吃试喝，他就是利用了这种人这种心理，就是觉得，哎，你试吃了，你试喝了，你也不好意思不买，但是托尼老师是吧，脸皮比较厚，所以我也不太 care 你怎么想，所以就一直吃，一直喝。刚刚尝了这个咖啡，这里有花茶，尝还是不尝？可以尝吗？可以的，等会儿再喝一下。啊？5块钱的吗？花的杯子放那边就好。杯子放这里。对。挺好的。你泡过更好喝的吗？啊？你泡过更好。等一下再来好不好？我先去吃东西了。好吧，谢谢你。看没有？这个我不太 care 他们怎么想我，所以可以继续走。第二家这个招式还要这个老道一点是吧，他把你吃喝完以后就让你进去这个店员那里，然后店员可能看你不好意思，可能说哎，可能你需要买一点怎么样，但是托尼老师是吧， I don't care。 到了走进来的样子，哇哦，还是蛮文艺的样子哦，没有人理我，没有人理我，我就随便找一个位置坐下。服务员说随便坐哪里都可以，那选这里坐下。现在坐下就等服务员过来这个点餐了。这里就是一个小院子，然后有一家餐厅，然后还有很多卖各种小商品的地方。我看有卖蜡染的。哎，点了他们家最有名的这个松茸饼。看一下，这样子好好吃。松茸是很贵的东西哦。哎，嗯，味道可以，好薄。哇，刚刚吃了这个壳，看到这个样，这边这个壳太好吃了，好脆啊。这个饼也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虽然很好吃，但是可能就觉得有点油。吃完了，但是服务员没有在这里，服务员在那边，不过他看不到我，所以我决定后代。开玩笑了，然后现在买单就准备走了，去喝一杯咖啡。然后下午开始我这个英文的写法，希望能遇到一些有趣的人。OK。